帅哥，感言感言，讲话，对，牵他的手，对他讲话，还有牵他的手。认识这么久，我也希望一直有这么一天。
我太紧了，我会痛。希望你可以陪我一直幸福的走下去。可以，可以。啊！公主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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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啊！啊！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，旋转。寿星要祝福。阿妈，小龙没有哭，我失败了。没有哭，你失败了啦。哎呀，我哭不出来，太惊吓了。我想说，干嘛进来这里？我没必要喝那么醉啊。我怎么喝那么醉？你失败了，没有哭。我是为了你，知道吗？没有哭。紧张那么久。有的，我有吓到，我有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，是吧？可是我没有哭啊。快钱，快钱，快钱！重来，重来！要亲一下才，这没。还要抱近一点。喂，对对对。还刚热狗没看到，要在公主抱哦。好的，还要在公主抱。啊！旋转三圈，旋转三圈。左三圈之后要右三圈哦。然后要亲三秒，亲三秒才能放，亲三秒才能放。我爱你，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啦！好，转向我，对，没有戒指，戒指，戒指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我他妈像是新勋战的，他妈的。好，觉得这个老公怎么样？棒透了，棒透了，棒透了。超好的，嗯，喜欢吗？喜欢喜欢，谢谢，干嘛？好，谢谢大哥。就这是你生日吗？感动啊！真的是，为了哄你，他把我把整个店包下来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，人家还在怀疑是不是你生日，哎，他说是不是要求婚要海滩？哎，你认真回答一下他的回复。我现在头好晕哦。真的是你生日吗？真的是真的，我真的不是我生日，真的假的？我生日的吗？真的生日吗？好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好兄弟，亲一个，亲，好，亲亲额头，好，亲会亲会亲会，哇，哇，真的是你生日吗？哇，刘唐干嘛？黄叔一定要进来，因为红玲玲喜欢我，求婚要海滩，真的假的？海滩有海滩，海滩有，对，很浪漫。你喜欢惊喜，我知道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你们结婚不能只交给我，谢谢。OK OK， 没问题。你马上生意，请放心交给我。好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你先交给他。你先准备要找他了。这只是那个。拜托，真心一位啊，请交给我。可以啊，每一每六都给你包。包了包了。没荷包交给我，绝对不会让你们掉漆，真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最近要发起那个抗议总经理的行动，我交给你们。我绝对，我就是要干掉阿坤他们的威望。惊喜吗？惊喜到。开心吗？开心。你要幸福哦。我会的，你要跟他讲。对啊，才被我们哇计划很久哦，你没看到吗？跟他联络没找你啊。对啊，想说干嘛？怎样？好啦，祝你幸福哦。还要生几个？你要生几个？
看他身上几颗、啊，不然生一个篮球，一个篮球队好不好？一个篮球队，你要帮我养是不是？哦，不，可你要养我比较快。好啦好啦，祝福你咯，谢谢。哎，我们认识几年了？来算一下，哦、很久了，一二三四，哦，我们认识六年了。我们有些许一些时间没有见面了，对，我特地今天翘班来参加你的求婚典礼。谢谢你。你看我是不是很用心？很用心，你也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知道很久了。我知道很久了。啊，但我觉得还是很祝福你。谢谢。就是。希望你未来能够很幸福。对，那你什么时候才要哭一下？我没办法哭。好了，开心就好，干嘛要哭呢？好，祝福你们，祝福你，谢谢。謝謝我的桌倒了。哇，我们支持一下。好来，小卢。好的，对不起。好啊，重新开始。那个小卢他，我现在喝醉了，然后没办法聚焦。对，然后，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，真的。他的开心就是我的开心。我很机车，但是我讲的都是实话。真的。对。裤子还蛮美的。喜欢吗？喜欢啊。有惊喜到真的有惊喜，我哭不出来，不好意思。这是我的专业。好专业的。你们婚礼是我祝福，不是我。主办，你的婚礼是我主办，对，迎接下一个惊喜，真的，没问题，我期待。对不起，我喝醉了。好，回去吧。好了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我只能说祝福这两位，新娘不要再喝酒了啦，你要顾一下新娘啊，你们晚上要干嘛啦？可以拍一下特写那个吗？他要倒了。好啦。我真的要祝你们两个赶快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你要干杯干不完我干。好干，我干完祝福他们两个好不好？来，谢。拜托 take 我一下吧，这个他。OK， 过去跟他谈。谢谢大家，我先睡了啊，。要抱着啊！来抱！哎！谢谢大家。哦。喂，没有了，没有，信一个不行。老婆，嗨，我爱你。谢谢。布置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那希望你可以愿意陪着我一直一路的走下去。那也谢谢各位朋友给我们的祝福。那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幸福，也一定会为了各自把打拼，各自幸福。那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谢谢，老公，谢谢你精心为就是筹备这个对惊喜，有吓到那个求婚还蛮成功的，我一直期待着，所以还蛮开心的。对我真的哭不出来，可是我还蛮开心的。谢谢，希望未来可以交给你。谢谢各位。